做民间啊，老百姓自由市场聚集地，天津的鼓楼市场。现在时间是11:25，这里面卖什么都有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找你图看没视频啊？是吗？啊，谢谢。好，记得点赞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好的。卖什么的都有，喜欢钢笔的可以来这玩一下。英雄牌钢笔，年代的记忆啊。这个市场开始收费了。全是人，这边有地铁直达，有地铁啊。这个自行车不错，西铁城小电视。好像多，好像多，好像多不卖。他要四万根才行吗？四万根。那是新的，那是口音。电视机收不到台，没啥用了。早期的收音机，嗯，这是听，这是听，听赛事的。听啥都行。多少钱一个？5块钱。5块钱。10块。微型收音机，收正是绿30分，听体育赛事的。还带包装，1.5伏电。啊，行行，谢谢谢谢，了解一下。啊？那个电视机？多少钱？我问大问题呢，您是广播的人吗？是吧？啊，您说，您是广播的吗？电视的广播那个吗？啊，您说怎么了？我看像你就长相。嗯，不像。您说怎么了？没有，您是怎么也这叫嘛？叫直播是吗？那个、不是，这电视机怎么了？卖给我啊？啊，我什么？对，你是专门买电器的。啊，这你看知道？你拿起来我看一眼。卡西欧。700块钱，700啊，八十年代，80年代700块钱，买3间房子，这马哥买葫芦，现在完了，啊，这个葫芦，你也是头一次见这个吧？不，我见过，我之前买过，有皮毛有这么好吗？差不多吧。你叫嘛名字？TV8500，这卖多少钱？300啊，原来700买的，卖300。可是现在没有模拟信号了。有中央台，一台。哦，留着吧。对。嗯，走了啊，谢谢。我说你看这个，你肯定没见过，这是干嘛的？啊？这个。这什么？这个你肯定没见过，这个。没有，没有需要的，谢谢谢谢。打钢印的，我用不上。三百，哎呀，这价格有点。小米32寸的599，智能电视还带地波信号。这种东西有价格没有市场。德森202T， 摩托罗拉。8900X，新的产品不好看的。你看那好看啥？真的吗？
定时器哦，定时开关哦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。全是人呢，就是买东西有难度了。现在这打针看一下那个表，电子的，这只是逛这边啊，那边还有啊。今天太阳有点晒，这里还能干什么？格格府还能旅游。来天津十多年了，这从来没进去过，这还要门票呢。3.5，15天，中国制造。这个钟表卖多少钱？300。300啊？哟，这一看就我不会买啊，这价格300。要100，那小子，我说给你。这里面还有，这边人是非常多，包括外地旅游的都在里面，因为这上面这是个旅游景点，然后这有广东会馆。这叫根雕艺术，放鱼缸里面使用的摆件。开始收摊了。这是那个智能马桶，不，智能垃圾桶吧，好像是。这个眼睛就不行，相不中啊。广东会馆，这收费的。那个倒水了。这是不是马那个东西啊？绑那个马的腹部的那个东西啊？全是个人小商品。冤大头。没看好那儿了，借过道。这里面来卖钟表的，看一下。这不好看啊。这个料，这得落住，你看这多少？三件，行，这件。
全是人，这一个耳朵眼咋个好像是这里吧，现在天气热了，今天有22度，吹羽绒服都有点受不了了。日本双狮的盒子，看一下，一个盒子啊，这海鸥的收音机中波段的，有人知道这个相机什么牌子吗？早期的相机，这些小钟表啊，真的好看啊，哇，一个比一个漂亮啊。这个应该是个国外的吧？哇，带这种盒子，这种设计在那个年代是公文包吗？太漂亮了，162。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制造的打字器，那个时候那年代只能打英文啊，这还打的字呢。三年日我不卖你，不要来了，你再不卖你了，太专业了。强项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个谁，那个，你过来。过去倒不过去。对呀，你过来呀。这里人挺多，带钱的带够了，这里都是动不动上千的产品。这是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街，五条道全是摆摊。国产的扣损表大聚集，这种还有天珠，哎呀，这全是古董啊。就这个好看，那好像更便宜点。你那个蜜蜡是有味儿吗？再看看这里面，密密麻麻的。这人不少吧？这东西不擅长，买不了。这个钟表又出现了，亨德利生产的。